你怎么知道他不吃外卖鞋的？就凭他这长相，随便当个小野模，那鞋柜里不塞满高档鞋？很动情。哎，醒醒！整容前的照片？靠，你不是个骗子吧？ 一会儿等他醒了，我一定得好好问问这在哪家医院做的。他怎么还没醒啊？我也是死了吧？没有，晕了。你回避一下。哼，提到关键时刻就让人家回避。哇，你要什么没？这，讨巧。 王上，王上，王上，那什么？我没事。